才松。我就跟你讲嘛，大陆美不美都专靠解说员张嘴咩。啊，你听说你说，哎，我天下灵验，有灵验天下有鬼，不相信你这张嘴的，这肚子。这个大陆人很会讲，一个石头就装了鬼不顾呢。哦，有一天刮大风，把这个石头吹过这边来。Thank you.
咕哩咕哩。腰力还不错，没得猪了呀。所以觉得他们哦，看罗志弟啊，漂亮的，漂亮的老婆。而且白袍子啊，因为上次大概七月底八月初左右。